如果说这个狭窄程度在75以上啊，或者这个狭窄它在很重要的位置上，嗯，那我们还是应该去积极的干预它。嗯，那么如果说这个狭窄的位置不是那么重要，在分支上面或者程度轻一点，哎，我们是可以通过药物来治疗的。嗯，那我们的药物的治疗呢，就是说其实我们的治疗只是把这个血脂降得更低一点，让这个斑块狭窄不要再加重，我们的保守是这个目的。嗯，你想把这个斑块消掉，哦，现在没有这个技术。